前往七星潭途间看途中看见的花海，这边可以远眺七星潭。接下来我们要逐渐看到花海了，花海上面的雕刻师花莲每两年呢会请示全世界著名的雕刻师的，把他的雕刻作品搬来这里哦。到上面的雕刻艺术品，这个叫七星潭。转动的彩色风车，
没有。有有有。哦哦，看到了。